我也饿了，韩明志，我来吧。这么殷勤，是想为了约吉荣的事儿跟我道歉吗？不光是因为这个，还有江胜豪，也是因为我饿了。我今天就是打江胜豪打了一下午。 江胜豪好像没有出轨，出轨就是出轨，没出就是没出，好像是什么意思啊？吉荣亲口说的，你也知道，我这个时空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吉荣给我发信息，让我把他从疗养院接出来，说回江胜豪家一起过年，还说要跟江胜豪解除一些误会。真的？ 那他们是不是和好了？吉荣不会撒谎的。我猜，是的。太好了！白白让你气了一场，还让你动手打人了，我欠你一声抱歉。啊，没事儿。当时我应该欠耗子一个抱歉，白白打了。 道歉就是需要拥抱。翻越过时间。